宝宝们，等一下，国泰它会出来，它要出来给你们，它会出来，一定要把这鱼留下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放下。很巧合的，然后临时决定来这里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呢，很感谢大家这一路以来的支持，然后也鼓励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参与设计的这些衣服，然后呢，喜欢我这段时间写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同时这个在我自我疗愈的过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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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也希望也能够疗愈在座的各位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就是不管就是人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有困难。那决定未来的方向一定是我们自己，对，是自己只要不放弃，然后坚持坚强坚信，就可以有更好的明天。所以呢，坚强，然后况且这条路上呢，我觉得坚强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在呢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很孤单，因为有这么多喜欢我的伙伴们陪着我一起。宝贝，加油！说这个不要哭了。就是最后说一句吧，就算前方是荆棘之路，但是因为有各位的陪伴，我们也会成为这条荆棘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然后就是我接下来会给大家签名。然后在场的各位都可以挨个合影。好。这里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一个。